就劏房规管租赁，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，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，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,000元。口头租赁亦受规管，侵扰租客是犯法的，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,000元同监禁12个月，责任权益要认识，业主租客各得益。如有查询或投诉，请致电21508303。